好的，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今天的时间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今天的日程表。请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任何一个环节。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场参加成功学院的爱多美经营者以及爱多美最高领导人。首先是爱多美的朴韩吉会长。创办爱多美的朴韩吉会长毕业于吴淞大学经营学博士学位，现在是韩国直销协会的会长。现在朴韩吉会长站在舞台上给大家挥手，引领充满梦想的梦想和希望的爱多美，爱多美的船长，爱多美的品牌，朴韩吉会长。好的，接下来就是金道轩代表理事。代表理事从2009年开始负责管理爱多美的海外事业部，从2010年进军美国之后，总负责进军12个海外爱多美分公司开业，今后引领爱多美实现更大的发展。有请金道轩代表。跟我们挥挥手，献给大家他的微笑。大家好。那么接下来是崔森公代表理事。我们的代表理事呢，毕业于公州大学的经营学博士，在韩国主要负责市场营销，现在管理爱多美的海外事业部，是一位帅哥。有请，请大家给予热烈的掌声。好的，我们的精英人士给大家已经传达了问候。那么三位现在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了，请大家再次给予热烈的掌声，谢谢大家。我们的三位精英人士站在舞台上，现在给大家打了招呼。有很多人通过 Zoom参加了我们的成功学院，虽然我们不能面对面的见面，但是感觉我们就在一起参加，现场参加成功学院。现在我们要保持社交距离，如果大家跟我们一起参加成功学院的话呢，就感觉我们在一起线下参加成功学院。那么我们。